안녕하세요. 서울 삼육염시병원에서 수술을 담당하고 있는 이성훈 부병원장입니다. 副院长是我们医院的专门吸脂的副院长，就像我们院长呢，专门吸的是大腿和腹部，因为很多男性是特别肥胖的时候，胸部也会发育的非常的肥一些嘛。我问了院长，男性主要吸哪些部位呢？就像男性的话，吸腹部啊，还有就是副乳症啊，还有。 臀部也是很多男性比较注重的一些部位。男性吸脂和女性吸脂的区别是什么？就像男性和女性他们所要求的那种效果也是不一样的。比较大尺寸的人呢，就是想要吸更多的脂肪，但是就像男性的话呢，他们注重的是胸部的形状啊，这个样子。 就像男性腹部呢，脂肪也是脂肪，但是呢有很多是不赘肉啊这个样子，形态不是特别美，所以呢这些男性也会是选择去让他的线条啊更完美化一些，让肌肉线条啊更突出一些。我来问一下院长，有很多男士的话，经常喝酒啊什么样的话会腹部出来的特别多嘛？然后我们问一下院长，这样的话手术有没有效果，好不好？就像我们男性的话呢是有啤酒肚的，这个啤酒肚的话，如果皮下脂肪啊非常多的话，那当然是效果非常大。但是很多人呢就是内脏脂肪比较多，但是内脏脂肪的话，我们是要注意饮食啊，加上运动啊，当然吸脂也会有。 很大的变化，然后我们院长有几个就是前后的对比图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吗？分享一下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位是我们院长吸的那个脂肪，他做了腹部3个月。当然，这位的话就是明显的就是啤酒肚。那啤酒肚之后吸完之后呢，当然也要有自己的努力。看一下，效果非常明显。就像男性的话，不喝酒也是，随着年龄的增长呢，我们的男性就像这个妈妈臀的这个部位呢。 会出现明显的突出，像这个部位呢，吸脂的话呢是非常有效果的。你看，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明显的效果，前后差距非常的大。这是今天的一位顾客，您看一下，这个是前，这个是后，当然疤痕也是在腋下，所以呢它的肿胀度也是非常小的，明显吸完脂之后呢它的差别也是非常大的。 有宝宝问会有疤痕吗？就像我们的话，疤痕的话是怎么样呢？这个手术的这个管呢，只有 3毫米，所以切割口呢，我们是隐藏的部位，疤痕呢是不用担心的，因为很多人都是注重疤痕这个问题，这些我们都是理解的。就像我们院长也是说，我们的话切割部位呢都是尽量隐藏在看不见的部位，所以呢疤痕的话都是会淡化，而且呢不会特别明显，只是一个小点点。还有宝宝问手术影响生育吗？就像生育的问题呢，是手术之后呢，我们3个月之后都是可以。 进行一个备孕的状态是不会去影响你的生育这些问题。还有宝宝问的话，男性吸脂后喝酒还会出现啤酒肚吗？当然吸脂后呢，也是非常注重管理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吸完脂之后呢，当然是不是比之前要胖很多的话，不会比现在要更就是比之前更糟糕是什么样子呢？还会。 当然，喝酒的话是内脏脂肪比较多嘛，凸出来。这个内脏脂肪呢，是我们是不可以用吸脂去解决的，因为毕竟是内脏，我们是需要经过饮食调整去管理你的身材。很久以前是非常流行这块八块腹肌形成的一个手术。这个方法呢是什么方法呢？是用超声波呢去给它铸成一个形态肌肉形状的一个手术。 我们院长呢是特别不建议大家去用手术的方式去做这个八块腹肌，因为什么呢？当时做完吸脂的话，它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，但是吸完脂之后呢，你要不注重这个管理的话，它的形态会变，变的话是特别的奇怪，也是不是特别的自然。所以呢，我们吸完脂之后呢，还是注重饮食啊或者运动的话，这样是非常好的。